这没有少女心，这也太精心设计了吧！国民好现代，有一种空间艺术的感觉。这个千纸鹤是由艺术家专门设计的，还有一个大美食城，哎，好诱人啊！真的特别美味，安利大家来吃，这可是免费的，我们一起去吃吧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巴黎的九区，也就是巴黎的黄金阶段，春天百货。哎，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入手的？大家2022年新年好呀！祝大家虎年吉祥，虎虎生威，时逢打折季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Let's go。这里真的好好看，好现代，有一种空间艺术的感觉。Vantage Upcycling，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春天的7楼，这里被称为第七天空，可以看到有很多银色的千纸鹤，是由艺术家专门设计的，非常的璀璨漂亮，真的美爆了呀！这里呢是2021年新建成的，目前是法国最大的中古时尚奢侈品买手店哦。这里的货物真的非常齐全，而且品质特别值得信赖，品牌也很多，有超级多的大牌，比如有爱马仕。我们现在就去探一探，身上大哥觉得好。就买一个复古款式的小包，只要350欧，我的天哪！哇，空间非常的敞亮。我觉得春天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的设计非常的现代，特别青春有活力，有一种很通透的感觉。我觉得他们的品牌啊，主打的颜色都非常的青春靓丽。中古的产品啊，其实它倡导的理念是环保，真的有很多很小众、很法式，以及大牌也有，价格非常的亲民。穿这件小外套就挺好看的。哦，他们这种是比较老的盘子，然后打上了新的 logo， 新旧艺术的碰撞吧。我特别同意他的这个观点。哇，这边还有好多的家居用品，哎，这些家居都好有意思啊！朋友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里有一个秘密基地，相当的 DS 特别的好看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在逛完商场之余，如果累了的话，我们可以上来喘口气。这里还有非常平价的咖啡可以喝哟，还可以眺望巴黎铁塔，俯瞰巴黎的全景。真的是太美妙了，很可爱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好像迪士尼一样，特别有少女心，叫做 The Market。哇，好青春靓丽的颜色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少女心的 Jenny 同款的镜子。哎呀，很多品牌，这不是最近特别火的款式吗？皮质挺好的，小羊皮，两折，有超级多的小众品牌，哎，折扣还这么低，我的钱包真的要捂不住了。你看这件就很适合我。这是他们150周年的吉祥物啊，名字叫做 Rose， 超可爱的兔兔，粉粉的，真的很直击少女心。哦，谁在偷看？这是一件。姐就是女王 ，C 位就是我的，真是穷鬼的春天，都是打两折。现在穿过天桥来到了男装区，真的是折扣贼低，而且这边的装修也是重新设计过的。哇，下辈子做个男孩，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男装的设计比女装会好看很多。男生买衣服是真的很方便，打折季到了就去囤一堆，现在就是你们出手的时候。现在衣服款式多，价格好，真的很好看啊，这些设计师品牌。在外面的留学生要自己支棱起来，一定要学会给自己买衣服。哇，男士区域还有很多玩具，这也太精心设计了吧，知道你们都是幼稚鬼。来两句，过来过来。哦，哎，那边好像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去看一看。我没玩。我没有。皮卡丘。我们现在去美妆的楼，走。哇，好多化妆品都在打折，哎，欧洲的商场终于先进了，他们现在有充电宝，很方便，有没有？这是什么地方？美甲、美发还有 SPA， 感觉这里就像那个爱丽丝仙境的兔子洞一样，好少女哦，也很现代。这里还有一个 NYX 的 SPA， 哇，有好多的有机产品，而且折扣非常的棒哦。哦，他们在做美甲，我的指甲光秃秃，也想穿衣服，价格也很不错哎，几十欧也就够了。大惊喜，这里可以泡脚哦，美妆一条龙，这里也很适合做个头发，真的很方便。Cool。 哇塞，我的天哪！现在我要去8楼了，他们上面还有一个大美食城，哎，好诱人啊！这
个泡芙好大一个，价格还这么实惠，这里的美食都是100%法国原产的哟，比如说奶酪呀、茶呀、红酒啊、香槟、果酱，价格很亲民，质量值得信赖。我看巴黎的全景，天哪，就在那儿。世界各地的美食风味在这里都能找到，而且价格很亲民哦。这一次我们给新欧洲的用户准备了特别的惊喜哦，大家在这里领取独家邀请函，就可以来现场免费领取甜品和饮品哦。我们一起去吃吧。这一排我们都可以选哦。这款甜品的创始人啊，名字叫做 Nina， 在美食界特别的有名。它这个基底啊，像饼干碎，脆脆的，下面是巧克力，加上核桃碎，真的特别美味。安利大家来吃，这可是免费的。逛完街来吃个甜品，多么的舒适呀！